嗨，我是天鹅，我被感染流感，啊，超不舒服的。我6月21号的时候就开始觉得，就是身体很不舒服，然后胃有点就是胀胀的这样子，然后就会觉得胃有点不舒服，然后没什么胃口。然后我大概到了23号的时候，我那时候在上班，然后就是突然觉得，就身体很，就是有点呼吸困难。然后肺这边有点就是灼热感，然后开始头晕，然后全身酸痛，很不舒服。然后胃我是就被就是感染恶趣，然后我就去拿快筛，然后验了一下，然后想没有事，然后我就想说那就先去医院，就是附近的诊所，然后去看就是感冒，因为真的太不舒服了。然后我也没量体温，然后到了附近的诊所之后，护士就帮我量体温，他就说我37.9多，他说你发烧哦，然后。后来就是看诊时，然后医生又再帮我量了一次体温，就38点多。他说："哦，你耳温38点多，蛮高的。"这样，医生他就说再帮我做一次新冠快筛，然后跟流感快筛。他就说他们验应该会比较准一点。他就调我到他的诊所外面，然后帮我做了就是新冠快筛跟流感快筛。然后做完之后，他就说我被感染了 A 流，然后他就问我询问我说是家人。家里面有谁就是有 A 被感染 A 流嘛？我就说没有，然后他说那工作的场所呢？我说也没有，我说因为我是在工作，可能是应该是上班的时候客人有被客人感染的吧，因为我也没有去哪里，我前几天都没去哪里，然后也没有去人多的地方，后来他就叫我就是可以去另外一间国泰，就是南国泰那边就会有。那边假日有开，然后可以去那边领药，领那个流感的药。流感的药包叫什么？我看一下，他说可以领流感的那种药包，就是反正就是流感的药。那个吃那个会比较快，好，稍微会退比较快。他说如果吃一般的感冒药，然后都不太有，就是不太有效，对。然后一样会发烧5天这样。后来付了挂号费150，然后我又再马上又去那个国泰，然后又挂号，我以为是挂号领药，然后结果是挂号还要再看诊一次，然后看诊的时候，国泰医生跟我说："哎，那你有去就是哪里吗？还是是有在是在家里面被家人传染吗？然后还是工作的地方被同事传染？因为这2点，如果说你是在公司被同事传染的话。"你可以领公费的，就是流感的药，然后还有就是家里面有人有流感，你被家人传染流感的话，也可以领公费的药，就不用再付那1000块。可是我都没有啊，我不知道是谁传染给我的，因为我家里没有啊，公司也没有，然后所以我就自费了1000块的流感的药。所以如果你不是被家里面的人感染，或者是同事感染的话，然后你可能就是要自费1000块的药。可是药是真的蛮有效的，我就是晚上吃完之后就没有再发烧了，有退烧了，就退烧，可是还是头晕，然后不舒服，累累的。可是没有像那几天就是发烧起来，然后全身酸痛，呼吸有点困难，然后胃有点不舒服这样子。原来流感有点像新冠的感觉。好了，如果你也是被感染流感的话，你要很明确知道说你是被家人传染还是什么。我国泰看诊的时候啊，要付挂号费150，然后还要再付1000块。然后国泰的护士跟我讲说："你怎么没有直接来这边就是看诊？"可是我当下我怎么知道我是流感，对吧？我就是当然去就是附近的诊所看，然后这诊所跟我说那里可以领就是流感的药，他们一般诊所就没有。所以说，你真的发烧不舒服的时候，你可能就是去国泰或者是挂急诊，才可以领公费的药，是这样吗？快点！然后今天是吃克流感的第4天，然后明天再吃一次早餐就吃完了。对，然后这流感真的感觉好像就跟确诊很像的感觉，然后就很累很累，然后一直头晕晕的，然后身体。这几天又还好了，就是后面这2天又还好，身体没有那么酸。然后我吃克流感的第2个晚上就没有那么不舒服，然后第1个晚上就退烧，对。
就是后面会一直觉得吃完药又开始很想睡，因为那个药可能会让你就是想要多休息的感觉，所以你就会有点昏昏沉沉的这样。我为什么会被感染？我好像那个什么病毒吸尘器一样。还好我不是恶趣，可是流感真的也蛮不舒服的。然后我就上网爬文看流感那个严重的话会什么就并发症，什么脑膜炎啊，什么心肌炎之类的。对，小朋友的话也蛮严重的，对吧？然后医生还一直问我说：“你有去人多的地方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，我都在上班，都在工作。”然后就说：“那家里都没有人有被感染吗？”我说：“没有。”他问了好几次这样子，说没有，没有发烧。对，现在第二个硕哥也没有发烧啊。希望大家不要被感染到流感，就是真的也蛮不舒服的。还好我马上吃药，然后没有就是烧很多天。其实我前面两天应该都有烧了，然后是我自己不知道，就一直觉得身体不舒服这样子。然后是真的到第三天很不舒服的时候，然后我就赶快跑去诊所。好了，明天吃完药，我就可以就是不用再继续吃药，因为我好像其他症状也都没有什么了。现在就是早上起来的时候喉咙都不舒服这样，然后头就开始很晕这样子。再看明天是说比较好一点，药吃完之后，医生是有跟我说，如果你还是很不舒服的话，就直接去挂急诊这样。然后我心里想到那么严重，希望大家都健康。不要被感染到任何病毒，对。可是我都有戴口罩欸，奇怪，为什么还要被感染？因为我工作的时候都还是戴着口罩。唉。